你也莫讲的我三八嘞，给你讲我是娘，我走的哪里怪哪个，就怪不是没讲话。这个苗山哥现在嘴巴越来越滑了。我来怼他。手臂的那种怪痛呢，都打那阿妹心何皮呀，一个都逗你滚掉呗哟，拿着一个呀手机耶，老人机，他的老人机，转来广场呀倒霉好，苗山哥今天被三个人围攻，哎呀，有点惨啊，可怜啊。我的手臂们摆落来，双手松开没叫我。苗山哥要反败为胜了，苗山也是老歌手了啊。真也可拍卖身旁，真下老买打过皮，你真的问也讲讲。苗山厉害不？苗山口才越来越好了。你要来听我，不然你有
苗哥好，对，苗哥好。白色老麦的甘露水，你来楼外莫乱言，普通的老麦讨个真快水，不了外人陪。看看苗山哥怎么应对了啊！苗山哥现在是受到两妹夹击啊！两妹夹击。苗山哥也是个搞笑大王啊。啊，唱山歌又幽默又会搞笑。好了，我们视频拍到这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